到底是哪里？妈的 fuck！ 爆了。战魂乐死了，这属性战魂真的不错。最大的还是两个都有，快要做最大的也没有用啊。
很有感，很有感。怎么会这样？太扯了吧！太扯了吧！七，我剩七，这么多。不管，我就要回去看我们的妹妹玩。
下了。听讲海气啊，靠背啊，都有人讲海气啊。我你三十分无单，干恁得啦。啊你嘞？我拄位北女等来，啊拢无单对吧？对啊。对啊。我想讲，北女靠要又袂走西门。你等来行，你等来行，从进从迄落公园路等来嘛。系啊。是无单。对啊。你经过站前。西门站前拢嘛有。对啊。我嘛是，我想干。我坐林森北路坐一个，坐中山北路搁坐去头前，搁头一个转来，哎、欸，遐拢无单哦。有人讲，有人对啊，都有人讲系统宕机啊。我问派单讲正常啊，单扫啊，干用迄个官方的，你知道？单扫稍等。有人说在信义区也单扫，现在这样熊猫倒了是不是？不对啊，那个 Uber 的也那个美拉。Uber 的优惠到11月13日啊，我不知道新的还有没有啦。他上一批也到13日啊，奇怪，看怎么了？为什么会没单？真的，5:20接单啊！你看一下50分、30分。我刚才几？对啊，我刚才也是5:20结束啊。我也是啊。想说今天不错，时间还这样。想说今天不错，我现在已经23了，干，可以拼个30了，操你妹的！只有14。
可是你有休息吧？我，你中间有休息吧？十一点半完成第一章啊，然后到三点睡到五点啊。看啊，我都一直在跑媒体呢。那你几点开始的？九点半啊，我十点的班嘛，九点半就开始上，然后就有单，我就开始跑了。那你还不错啊。三点到五点睡觉，睡完大概5:20完成第一章嘛，大家都没打，只有快6:00。没关系啊，等一下，现在这边没有人爱来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天气冷，大家都不会来这里。是啊，他等一下爆好几张。我不论怎样，我都会在这里啊，对吧？我也是耶，我也是习惯会来这里。我很喜欢在这里啊，因为他们出山的速度真的快到我觉得 OK 啊。对，他们说今天刚好也很衰，有一个，因为他们通常肉不会断，今天不小心好像新人弄断了肉，他们牛肉啊，不是通常让砍吃开吃一屋，然后好像新人不小心控量控错，然后断牛肉，而且断牛肉就很麻烦，好像据说，然后据说就有人在那边靠腰，我说干的，妈的，不知道是谁那么智障。我今天去中午去那个去哪？中华东路三段不是有个巷子，济州火锅那个？哦，在搜狗旁边，对不 对？那一家超久哎、欸。哦，我等了半个小时，中午哎、欸。我新人印象最深就在那。而且那老板很鸡歪、欸。嗯，没有。他说有其中有一个人，他说，哇，外送员都去外面了，不要站在里面了。那个不是鸡歪，因为外送员太多。你知道他上次这样子外面收集多少只外送员吗？34只。真的 哦，你34只都塞进店里面，你看看怎么办？没有，重点是他真的不是，你要知道他们跟做不出来就不要接。没有，他们不是做不出来，那是东西。不然为什么熊猫公司很喜欢弄那一家？因为他们系统常常是我遇到2-3次都是一瞬间20张撞进来，靠北，这谁做得出来的？而且很多外送员常常跟他们吵架，所以他们对外送员的评感比较差，对吧？我手上那边还有一个，之前我做蜜蜂的时候有人录的，就有人在那家店吵架。真的？嗯，也是蜜蜂的、哦。就有人在送蜜蜂的时候在那家店录，好像不知道是 Uber 还是什么吧。都没单呢。没单啊。一段时间还这样。就跟我们那一天一样，不是一堆人都在这。结果你那天等了2个小时，3:30也是系统坏掉。对啊。看，你差不多这个时间啊，比这个时间还。没有，那一天比较下午3点断，然后断到5-6点，然后还有一点单还可以冲。现在是干6点断，那会死人惨的、欸。你在6点，那你他妈修好8点，我就下班啦、啊，超小。8点下班了。对啊。你说9点做到8点。大部分都7点多啦。啊，今天这个班是没办法，之后8点多了可以选。我尽可能不超过8点半。嗯。上班不都排大夜班啊？这礼拜改回来。嗯。发现上礼拜。